四岁那年，我第一次登台，转眼间数载岁月在指尖流淌，在舞台上，角色让我忘记一切，无关乎年龄，无关乎性别。钱旦昆生在京剧中并不稀奇，我始终觉得这是一件很值得的事，它是一种突破时代与陈规的存在。我愿意一生都成为京剧艺术的守望者。下场后，我需要一个沉静的空间，去回到真正属于自己的世界里。我是王佩瑜，这是家之外的居舍。